换我喽！有双花吗？看一下。这个头要能输，我直接直播，把我的头剁下来给你老妈当椅子坐。有了，睡了，走，准备，房长请开始。很急，心愿很急。心愿你怎么这么急？是不是昨天输到有点不爽了？好快，他开始的好快。开局来个彩金葫芦，教训他们一下。哇，拼打枪吧，这样顶级，这样可以拼全垒打。只要没怪物，他们中间也点不出对子花或葫芦。靠了。有机会，来，关键，谁？准备，见面，手打席，阳春炮，耐心中。昨天不是我赢你耶，又不是我赢你，你在靠北哦，又不是我赢你，搞错了，是你上家那个这个陶棒赛，是陶棒赛靠你，不是我靠你，你不要搞我。三四五七八十，好像没掉。唉，没料，但其实还不错啦。什么鬼？冲三三条，那他下面肯定是葫芦啊。看起来我比较大哦，靠腰嘞，白董又搏了，又铁枝冲三，又开始洗钱了。他昨天就是这样，每局这样一直洗，洗一洗，还会不小心选雷打，然后不小心一直拿五枚，然后他今天还不小心点过加九灿烂肩甲，只想说我命不好。靠杯啦，来不及拉，他这里太烂了吧！看，我就算冲三也是打不赢他，要被操了。结果论没差啊，就算摆好也一样，这牌就是要被操的。为什么一个烂花可以全垒打？干心愿专门打这种特色全垒打，他怎么这么厉害啊？都打专打垃圾全垒打，我最讨厌这种趁人之危的垃圾。今天我不靠白龙，我就靠爆你心愿，这太离谱了啦！但整天在那边打垃圾全垒打，中间那什么烂花啊？你摆个大对子花就算了，真的，你摆个对子同花我就算了，摆个烂花连个西装都没有，八花还十花，你娘嘞！打几发了？打四五发了吧？从昨天到现在，打四五发垃圾全垒打了吧？可以换丁特开房吗？牌好烂！我昨天开房，我的牌也没有笑好啊。好像只能这样，好衰啊，都差一张。希望中间花每一把都冲三冲十。哇，被一家打了。中间彩金葫芦。运气不好，运气不好。我们玩的没有问题，但就是运气差了一点。冷静，心如止水，好牌就会来。哦，好像可以冲哦，拿出来也没顺，差一张 Q， 哭啊！双葫芦带 K 头，也行吧。又差一张黑桃，怎么今天一直差一张黑桃？干这么好冲的吗？白董有五枚，棒！只有他拿得到五枚，是不是？五枚跟喝水一样。彩金葫芦加一，干不想玩了啦！我为什么要这样送钱？又来了，又是你好朋友 ，My old friend， 冲啊！看一下。我们的奈米克星月是不是传说中的三轮车？你哎，冲三还要被压，这一冲三还要被压哎！看他不会全力打吗？不要啊，不要啊！白董哇，屁股七葫芦可以全力打，我刚刚屁股六葫芦全场最小，这什么世界啊？白董是不是真的蛮会玩的？感觉这不是，
可怜啊，可怜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拉不出去？干，放不上去！被三家变，干 Q 拉出去，少被打两枪哎！靠腰啊，这牌烂到不知道怎么雕，这感觉没得冲啊！压个葫芦，葫芦大花 Q 冲前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双花，可以双花，可以双花、欸，哎，你哎，好爽哦！还好我验牌，这个说到验牌，我是非常有经验的。你的棒子要发霉了都恢复。真的，玩了两个晚上，打不出一只全雷打。干，该不会全雷打吧？不要、啊！你还奈米克星月？干夯几只哦？干他夯几只啊？靠杯哦啊！一家烤肉万家香，是不是昨天输到有点不爽了？剩两局，已经九局下半了，兄弟们，我要拿什么牌才能靠回水上？干呀，牌一趴就在这里黑的，哎、欸、啊，没得选呢、欸，烂到没得选。这六七八是在羞辱人吗？干呀！啊！一直被洗，减六万，我们这牌要怎么玩？哎，这牌好像很整齐哎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牌好像很整齐哎。啊，为什么没有同花顺啊？这牌这么整齐，然后没有同花顺，来干第二。OK， 守住。对子同花挡三家。我们白董被打枪十九次，然后还能赢钱，顶住顶住顶住！我们其实玩得很好了，只是运气不太好，所以我被 counter 嘛，是不是？冷静冷静，这个三十二局一定可以靠回来。这局结束，我的桌子前面只会有加号，没有别的，只会有加号。我说的，我先盯着。要摆什么花、啊、？J 花好了 ，J 花感觉大一点，十配就随便吧。噜噜，董花顺。好的开始，兄弟们，好的开始，加三，亮，这样吗？干这样要打谁啊？这样只能打白痴哎、欸，然后没办法，然后没办法，也只能这样。这样我们中下很猛啊，不太可能被打枪啊，然后爽领彩金就好。哇，他中，干他好好猛啊、喔！他这好猛啊、喔！他做铁子怎么办？还好，顶住顶住，哎、欸，我守住全雷打、欸，干新月差点用全雷打。耶，真的很恐怖哎、欸！他这是盲炮哎、欸，三不五时都准备要来敲你一发那种。我操！你要全雷打要过九关，你们知道吗？你要过九组牌才能全雷打，但三不五时又给你过八组，压力有够大的。你当你看到右上角只有四个选项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拿到烂牌了，连系统都雕不出第五种选择。操啊！送钱，知道投背过就知道送钱了，要吃三枪了。啊！一定要传承我的意志啊！哦，轻者重伤住院，重者人命往生。哦，看起来很美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我们直接把 J 三条分尸，顶级分尸，成就我的双大花，一个 A 花，一个 K 花，还可以吧？一对，冲三！啊！冲三！我辛辛苦苦雕出来的冲三！被两家按在地上磨，还被高全没打，星月我干呀！你到底夯几只了？他夯几只了？他有没有十只？他夯十只了吧？我一只都打不出来。到底冲爽没？怎么每个都这么能冲？哎，三轮车，两家三轮，好算了，不是，我们下面烂顺了，还想靠人家双三轮车，笑死，我们这个只打的鹦鹉轮车。现在是表演赛吗？是全雷打表演赛吗？这么好靠吗？随便夯都有，没有操作空间呢、欸，干脆摆五轮车吧，
是不是？顶级五轮车啊，不然你中间顺子下面花，你要干嘛？干脆把 KP 顶上去，看能不能守个一两家。我是不指望三家全守啊，但是与 KP 最小，干娘，错牌啊，是错牌吧？我雕的这么辛苦，然后他们全部都冲三，帮我开直播，帮我开直播。我以前在打比赛的时候，台下还在那个小巨蛋，台下一两万个观众在现场，我都没流手汗。但是刚刚被敲这三枪，我流手汗了。我感觉我得戒掉这本游戏。哎，奶心猪，我们平起平坐了。抱歉，我跟你说再见。白龙奶心猪肯定是这样干人，操起来！聊天室操起来！这个打白痴绝对够给力了。冲三，冲三，干三，怎么冲三有这么好冲吗？还好，把他彩金壶压下去，还砰一枪，舒服。干这样才加二，我铁之神牌全垒打的牌，然后只有加二，我突然怀念跟观众玩的时候了。呜，换我喽！有双花吗？看一下。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！这个头，这个头要能输，我直接直播，把我的头剁下来给你老妈当椅子坐。哎呀，翻身了，翻身了，终于轮到我了，还差点同花顺呢。彩金冲三，哦，这两家要不要被我敲啊？烂顺，没有，没事，加六柱也很舒服了。开始喽，开始喽，我快追回来喽。很美，很美。这牌很美，这牌很美啊！可惜啦，再多一张七多舒服。铁枝对子同花，彩金冲三，哇操！感觉会被 A 队压、哦，那也没办法啊。啊，没压我就靠你啊！改 KP 最小哎、欸，这桌要不要这么硬啊？这桌怎么这么硬啊？大家的头一个比一个猛啊 ！KP 都要被三家打。好奇怪啊，这十三张好奇怪。国教神，先放上去，先放上去。我观察一下，好像没有啊。没有的话，我们好好做人。好丑啊，这个要赢谁啊？这个要赢白痴哎、欸！真的有白痴会被我打吗？我很好奇。是真的打到人吗？打到！打到！星夜，你也有今天啊！你也有今天啊，看看我的中蹲好不好？你屁股有我大吗？心愿你，好可怜，我不会再犯错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办啊？要拼全垒打吗？要不要拼？要不要拼全垒打？一句话，你们一句话，要不要拼全垒打？要不要？我们坐了两个晚上，等的是什么？全垒打！拼了，冲三比我大，不可能。不可能，七拿两张，九拿两张 ，A 三张，碎过一关，第二关，两家中灯葫芦，怎么这么强？是在靠背哦，有一家中灯葫芦就很扯了，他妈还刺激到两家，哦，这个叫做星月牌，中路拿个花就能靠人，十二点前能看到全垒打吗？就这把了。就这把了。冲三，彩金冲三，开桶花，桶花，铁枝，铁枝，爆开，彩金冲三，还好我守住了，还好我大屁股守住了，星月又他妈过八关了，吃屎长大了是不是啊？奶心猪好像不是很妙哦，还有八局给你讨，奶心猪，你这八局只要拿到两把五枚。三把同花顺应该就拼回来了。我看起来像是低能儿吗？开始喽！感谢赢到八万了，三小。这个牌我建议不要拼全垒打，有点难吧？这个稳稳领吧，这不好打。我们冲三稳稳领下来。一对
可惜摆错了，结果论是摆错了，结果论四冲三就够了。他为什么铁之掌在中间？干他铁之掌中间，太新做的铁之掌，铁之掌在中间。我操！现在是三家烤肉了，三家烤肉，三家烤肉，想办法把冲三顶出去，顶越大越好，跟三轮车一样的概念。注意啦！你看中间顺子最烂的，怎么中间都他们三家中间都比我屁股大哎、欸！看你的怪物，切靠背，我冲三直接被榨干嘞、欸！我冲三家里，这桌好硬。上一把是怪物长在中间，这把是三家都怪物，应该只能三轮车吧？还是要葫芦对子虫花？这个感觉厉害一点。中间对着虫花感觉比较大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冲山冲你妈，怎么冲啦、啊？谁敢哦？又可以冲山，又可以冲，干我等下截图不能冲，你们通通给我吃三百秒，再冲山来啊，可以冲，你们当我没检查过，当我喜憨儿就对了，可以冲山，我会他妈看不到，啊啊，星月，我看一下，我这牌可以冲山吗？还真的可以、欸，哎、欸，还真可以冲山、欸，难怪我选牌这么像智障。但没有，刚冲山也一样、啊。星月头是999啊，我摆777也没用。奶心珠，谁当水鬼呢？谁是水鬼？看起来水鬼就是你了，奶心珠。闭嘴啦，奶心珠，恭喜我们轮流垫底。星月赢100000。怎么都是星月跟白董在全垒打、啊，能不能公平一点？能不能？这局结束，我的桌子前面只会有加号，没有别的。